解说不打专业生意，有些猥琐的节操为你而调，只为您那销魂的小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由乐的为您带来的躺视频解说，是来自于四 T 战盟的那什么，我不认识，你们自己看字幕。我的英语老师死的早，他开的这个 M40 美地炮，然后还有一个叫那什么，我不认识，你们自己看字幕啊，还是上面那个理由啊，同上，然后他后面写的是青龙，他开的 KV2， 哎呦我靠，一个即将成长为报复社会的92，另一个现在就能报复社会啊。地图是荒漠小镇。标准模式，我们在左上角设定。哎，他在看菊花，啊，他渴望成为一个像九二一样，我家菊花常打开的基佬啊。正所谓那个什么啊，酒逢知己千杯少，哎，醉酒之后变基佬啊，王尼玛的名言。如此一说，难道王尼玛是个基佬吗？啊，我什么都没说啊，王尼玛不要打我，啊，估计王尼玛不会看我的视频的。看到对面的49，尼玛那么小一车，上那么大一管子，这科学吗？啊，看来咱们的队友也是想要炸他。啊，他来了！呀！我们痛击了敌人，痛击了敌人，并没有正中，正中搞不好就炸死了。他专门带了一发 AP， 你们看到啊 ？AP 送给有缘人啊！其实我觉得火炮里面的金币弹最废的是那个，我看我玩过的里头那个蟋蟀，他的金币弹是那玩意儿，是 HEAT， 我靠！那个你不看准位置打，根本打不穿的。由于你是火炮，是采取这种瞄准模式的话，反正正面是各种弹头。啊！我看到路了！哎呀妈呀！我擦，没中。那看看你的正面吧。有的时候火炮玩得好，真的可以逆天。不二大神的261，每次听他说很厉害，但是没看他给我投录像，遭不住啊！看来不二大神是怕这个树大招风啊，没给他，他没让我做一次视频呢、我就给他编一首打油诗，他就出一次名啊，这个简直是遭不住啊！哎，南哥发现自己亮了，再往后面推。其实南哥特别怕火炮。特别是你从侧面砸一发的话，他就呵呵了。哎呀，其实这样说谁都怕火炮啊，对吧？是这个道理啊。只要砸中了，除非是超级小的火炮跑到高级房来，否则那个搞你一下都疼得要死啊，甚至是成员零件死一堆。那，对吧？给你那个车长跟驾驶员死了啊，炮手也死了啊，管子坏了，发动机坏了，弹药架坏了，呵呵，你瞬间就不知道怎么办了，你就茫然了。哎，对面的 T30 在这个坡上趴着思考人生，脖子一歪，你再给我歪脖试试啊啊，打不打啊？咱们队友打了103，哎，尼玛大爷，你也打103吧。哎，30这个趴的位置是很诡异啊！啊！哎，不，你这哥能靠谱一点吗？啊，你赶紧变得靠谱一点啊，否则这个白帽子迟早会爆了你的菊花啊！虽然我也不知道这二者之间有什么关系啊，啊，反正我就这么胡说八道了，你一看着办吧。704趴在哪？704说啊，其实我是个野，别看我开的没那么快，哥以前是开 F1 的。这，如果当时在他们两个那个交汇点，他猜到了，这打一炮就神作了。哎，人倒是出来呀、啊！哎，他们家那有两个 TD， 你要 TD 啊？这好，他们下面出来啊，就呀。好，你看啊，我这个一说白帽子要爆他菊花，把他给吓着了，立马一下打得奇准无比。
啊，对面的三零现在你还跳不跳了啊？都跳不起来了。可能有一些朋友不知道跳什么意思啊，不是 jump， 那个其他地方我不知道，反正在重庆啊或者一些四川地方啊，比如有人评价说啊，这个熊孩子怎么这么跳啊？就是说啊，他为什么那么啊？就反正就有点屌的意思，但也不完全是屌啊，屌中带一点讨打的意思啊，就是跳。哎，你懂了吧？哥这个翻译是不是非常的国际范儿？哎，靠，你又打偏了。哦，打到了，而且还是打着火了，所以说隔了一会儿才死。哇靠，里面有一堆异性恋呐！我刚要说这个，你再这样，白毛子要抱了你菊花啊！看来我知道了啊，我知道了，肯定是他刚才那一炮，那个砸到石头边上那一炮就是他打的。但是他发现我要黑他，他发现这个白毛子要抱了菊花这个后果实在是严重啊，他肯定是瞬间，哎，修炼了叉叉大法啊，然后这个穿越时空啊，回去这个。改写历史用了刻华神枪，然后指着二雷的榴弹说啊，你要是不让他爆啊，我就让你的弹爆。哎，肯定是这么回事啊，你看这一炮又打得七准呢、啊、哎呀，那个 TD 被打得尘缘零件烂了一堆啊，真是受不了了。好，刚才也是稍微规避一下，怕对面有那种不正常的家伙在防火炮。哎，131你能不出来吗？你这个危险呐、啊！哎呀，这个，哎，我 QQ 亮了，有人加群啊，我要通过。有人给我发广告，哎，我不鸟他啊。T49，哎，这个49在这里啊，他可能要打一炮啊，但是被咱们的183，我靠，这简直是原子弹去打苍蝇的节奏啊！不过关键的时候啊，就是这样，哎，才给力，那不然其他人这个如果其他人也动不了手，打不了他再不出手，那等会儿这个49过来嘛，他要跪了，这咱们后面这一群对不对啊，全都跟着跪啊。咱们的这个洛林炮干掉了咱们的131，哎，这个局势真的是非常紧张。哎，咱们菊花后面要被人家打开了，这遭不住。261被爆，那两个重坦的话，我个人觉得是可以退到这个 F1 那个弯里面去，这样火炮也不太好炸，你们可以防守一下，然后我们火炮往前面跑。啊，不要被点亮就好了。然后咱们的1390呢，到他们家里面去干扰一下他们火炮，不让他们支援。那么这种情况下的话，咱们窝进去的那两个重坦再出来，然后看看能不能跟他们那两玩意儿搞一下。白晕呐、啊！如果能对着他的脸 H1 炸上去，那是什么样的赶脚啊？你能炸得到吗？炸都炸不到啊！我们统计了敌人。好，炸在了裤裆上。哎呀，蛋碎的赶脚啊！这个其实不管是蛋毁人亡还是鸡毁人亡啊，都是一种这个悲剧啊。但是呢，如果说他们其中有一样毁了啊，人还未亡啊，那就是惨剧了，哎。哎呀妈呀，好像真的是这样，好可怕呀！哎，你赶紧砸那个155啊！他动位置了，那不好砸了。哎呀妈呀，你这能砸得到吗？啊，好像有点困难。哎，他不动。哎，就露出来！啊，我操！装甲被摧毁！我操！这都打到了，为什么嘛？怎么刚开始那么水啊？看来他深知这个白帽子大屌的威力啊，这个小菊花承受不起。快看一下那个火炮啊！好的，1390把它给爆了。那他们的白晕呢？应该没跑远啊？对，很有可能在这个坡这里。一般，哎，他也跑不远，他知道，所以说只能在这个坡这里防那么一下。
耶啊，这个是迎难而上啊，为何这么屌？哎呀，他把这个13090给喷了一炮，哇靠！预判好，预判好。哎，这个估计炸不到。啊，人差别那么大。哎呀，完了，183你不能死，你死我们怎么办？我操，他是个5757了个七呀、啊！哎呀，你把大爷，啊啊啊！57，哎，让我想起了那个，那个。一步之遥那个电影里面啊，他们家那些人的名字啊，5657，嘿嘿，这真是的。关于一个妹子，她叫57，你就不能起个好听点的名字啊？好，这两个人是体屌相望，欲撸而不能啊，真是一种高境界。两个人都呆住了，知道对面都是汉子，这该怎么办？但是不撸就要死。好，然后终于有人这个啊跨出了这个他的啊一小步，哎，但是啊，哎，我老子颠不下去了，太恶心了，哎呀，会教坏小朋友的，哎，这，对面的话剩下百运跟罗林炮，哎呀，这时候其实前途也挺渺茫啊，那两家伙都难对付。哎呀，亚灭爹，咱们没亮吧？亮了没？啊，没亮。哎呀，亚灭爹！啊，我操！好，躲在这个石头后面。好，这岂不是要被两面搞了？中魔吧！他也很急啊！啊，你看你急个啥？人家这火炮都比你淡定。那火炮都能射上来，那上面明显能射下来。那这样的话，他如果稍微等一会儿，那结果就不是这样。好了，好了，洛林的急躁啊，奠定了他的死亡。其实咱们的这个火炮刚刚才开过炮的，你一路滚下来之后呀，咱们真拿你没办法。哎哎，这两人跳起了二人转啊，这个玩起了大屌与菊花与菊花的这个这个游戏，大屌捉菊花，好的啊，我们往后面倒，现在咱们是上好，他们应该还差那么一点点。好的，这款是先开跑，咱们先开跑了，哈哈哈哈。啊，这个赢了，这是非常神奇的翻盘啊！那最后我给大家说一下，有需要制作视频的是可以通过 QQ 箱来联系到我 ，QQ 箱是76785588，这个健康有微信的同学是记得一定要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号。那么这一期的视频呢，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再见。